下午好啊，我是九门，我是九嫂，听说五嫂营开了啊，今儿咱溜达一圈。走呀！我现在的位置啊，是在北京的五嫂营啊，这地儿啊，早年间叫五德贝营，现在啊，是北京最有文艺范儿的胡同，我带您搂搂钱。哟，九啊，咱今儿奔五道营。没错了，您那，我现在啊，就在五道营的胡同口。疫情那会儿啊，这胡同不让进，现在解禁了，咱一块儿搂搂去。您现在要来旅游啊，扫健康码就能进。咱呀、啊，闲话少说，一起逛逛这座明朝的老胡同。得嘞，您带道，我跟着您。哎，九啊，您说这五道营以前是干嘛的呀？这五道营啊，明朝那会儿叫五德贝营，据说当时这条街啊，是守城的兵营驻地。嚯、哦，那原来这儿也是个热闹地儿。明朝那会儿啊，5600人为一卫，在城里的呀叫精卫。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，所以这儿叫武德卫营。哎，给您看个好玩意儿，这儿挂着根笔，院门口挂根笔，什么意思？您看这笔上啊，写着三个金字儿，状元笔。嘿，这有点意思。哎，对了，您要来北京旅游啊，可以上这五道营胡同溜达一圈。这条街啊，在北京算是最有文艺范儿的一条街了。您过完这儿啊，往东走就是雍和宫，往西走就是南锣鼓巷，往北走就是地坛公园。您要往南走啊，就是北京的成仙街。哎，对了，还得跟您说一下，这条五道营胡同民宅不少，您要来这儿旅游啊，别照相，别进院就行。到家了啊，今儿个呀，咱尝尝老北京的栗子酥。老北京的栗子酥非常的漂亮，跟个贝壳似的。咱尝尝，据说里边啊是栗子馅的。嗯，好吃，薄皮大馅儿，里边全是栗子。嗯，非常的软糯。老北京栗子酥吃完了，真地道。